郭富城和有了第二胎的太太方媛继早前二人世界过圣诞节高调放闪之后，这日再带太太和女女现身马场，一家三口罕有咁一齐公开露面为爱妻打气。一身贵妇打扮的方媛就拖住成绳现身，虽然穿着米白色长外套，但系都仍然隐约咁见到个肚。而成绳全程都非常照顾太太，仲好细心咁拖住太太落楼梯添。头先太太同埋小朋友都入咗嚟。咁我本來想抱小朋友嘅，不過喺上面好似好多人咁，就唔係太方便啦。咁頭先喺上面玩得好開心，咁啊見到好多朋友，佢都好活躍喺度跳緊舞。係咪多啲帶佢嚟啊？咁望你。等佢再大少少先啦。咁其實我覺得可能我將來都會教佢或者去學騎馬嘅。對於近日劉德華因為喉嚨發炎要中途腰斬演唱會，仲宣布會取消埋之後嘅三場演出，程程又有冇關心下對方咧？有，我都有好關心嘅。咁啊，其實喺度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歌迷其實都等佢好擔心嘅。咁我諗作為同行，我都即係都有睇到個報道。咁喺度希望衷心祝福啊，華仔快啲早日康復啦。咁因為好多歌迷都即係等咗咁耐嘅演唱會，咁都好希望可以睇到佢演出。